都说送卫生巾的是暖男，那陌生人送卫生巾是暖男还是变态呢？今天我们就来测试一下。哎，美女啊，那个送你们卫生巾，送你们不用钱的，不用钱的。美女，送你们两位一个礼物，送你们两位一个礼物。啊，送礼物，送礼物。耽搁一分钟，送你一个礼物啊，卫生巾。那个可以留个微信吗？我们反正现在在搞活动，送温暖，免费的卫生巾，免费的。美女，有个礼物送给你，卫生巾大牌哦，免费的哟，免费送都不要啊？啊，免费的，免费的，免费的，我们街头送温暖搞活动，免费的，没关系，你拿着用嘛。这个反正是关怀女性嘛，所以说能不能咱们留个微信，有时间的话可以好好聊一下。我这方面用吧。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，送给你嘛，美女。半个多小时，嘴都说干了，只送了三盒出去，要不咱们换台车试一下，看看其他人是什么反应。Hello， 在等人吗？对啊，是这样的啊，不是都说送卫生巾是暖男吗？我这样试一下，看看你，送你两包卫生巾。要钱吗？不用钱，不用钱。那个你有微信吗？要不然我们可以加个微信。哦，我就知道你是在搭讪。没有，你方便把微信给我吗？好，可以。那个你记我的吧，我的没有带。嗨，美女，来一下，我有一个小礼物送给你。我在街头派发卫生巾给女生，谢谢，想要把温暖送给你们。好，谢谢。那么可以留个微信吗？你看你都接了我的礼物，要不然我们加个微信，要是觉得这个有意思，咱们可以有空聊一聊嘛。啊，好吧。啊。要不我们拍个照嘛？你觉得呢？拍个照，可以啊。啊，你不觉得我会是坏人啊？会是变态啊？拍照也没事吧，而且你在街上送那个肯定就暖男啦。嗯，好啊，那我们就一起拍个照啊。我们去厕所呗。去厕所拍啊。啊。OK， 那微信聊，微信聊。好，拜拜。晚上有时间的话可以找我哈，好吗？拜拜。你这个死又认识我，这是什么卫生巾？对啊，不要钱呢，我就是送的。你那个台打起来了，聊聊点谁的哈。嗯，你看，要不然加个微信吧。微信干啥？交个朋友嘛。好，电话联系，电话联系。OK， 拜拜。后面这段测试还是非常的成功啊，其实也多亏了这台车。拍完了呗。啊，拍完了，拍完了。哦，这些卫生巾大哥就送给嫂子用了，谢谢了，谢谢了，谢谢了啊，谢谢了，拜拜。其实啊，车不车不重要，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看脸，是吧？